虽然这是赖琳跟我周重庆的第一次合作，可是其实我们两个人认识真的很久了，从他还没有结婚到现在，哇，有没有超过十年啊？请你放说什么就有什么，请你放尊重一点，小小小，太入戏了啦！有没有超过十年？我们认识，超过哎、欸，肯定超过十年。对啊，嗯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演情侣根本就是天生的一对。你问到我们拍这部戏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？每天都有趣，都每天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记得哪一场特别有趣。对啊，不只是我跟你啊，是跟欧轩，而且欧轩的笑点超低的。对，而且他的笑点是来得迟。我们明明讲了那个笑话两分钟了，然后他才开始笑，然后我们转过去，他说：“哦，我想到你们刚才的笑话，可是我们已经在讲第二个了。”对，所以他反应有点那个啊，有点慢。嗯济公现身，济公现身了！别忘了，球在你脚下 ，Go， 耶 ，Go 啦呀！球在你脚下。Go! Yeah! Go! Go! Yeah!